东西，然后，反正我很喜欢音乐啊，就是玩音乐的时候我很舒服。然后虽然也很舒服，很舒服吧。女人所以很舒服啊。虽然我外面的朋友很多，但是我还是最喜欢就是玩音乐的朋友，因为跟。感觉不错。他居然说：“哦，我更喜欢你们这一群。”哎，刘哲伦，你要不要上来？刘哲伦，坐下。好，反正我就是很喜欢音乐这样。好，谢谢大家。知道你们有帮我们弄的时候，超想哭的。结果我一看出来，我就觉得很好笑。对，然后就是除了谢谢二十一届，就是拍影片，然后还有我觉得我们全体也要一起谢谢十九届的学长姐们，就是对照顾我，然后希望二十一届之后可以。谢谢这两年的陪伴，然后你们是除了我在班上给我温暖的一群人，你们是我的唯一，谢谢你们。没什么话好说了，就是祝闭嘴啦！啊，就祝下一届顺顺利利啦！发大财，然后
就找了他当主唱。对，那时候是因为我看到他那个飘香腿飘的，对不对？在崇德路边上飘香腿飘，然后上一半还有车要开过去。对，然后就变成这样飞机机。啊，虽然我们名字很不雅，但是我发现其他人的也不会输我们。对，就是名到团名都有点恶心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大家付出。那你们表演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？我没有到很专业，但是我觉得还可以，对，还可以，对。好，就这样。你不是说要帮我带一串卫生？有啊。哈哈哈谢谢大家支援。然后就是我从国中的时候我就有加热饮社，然后因为上高中，然后就因为国中也加嘛，然后高中也选了热饮，然后认识现在坐在这边的每一个人。然后因为这两年我们一起做的事情真的，大家一起做的事情真的很多，然后我要特别就是感谢每一个人，然后就是对这个社团那么付出。因为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每个人然后就这样子分工合作，然后这样我们才有一个热音社。因为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，那我们也没办法做这么多事情，然后包括办这个独程。然后我也要特别感谢我这一路走来组的团员，我在座的我就特别感谢周同恩、林宇杰、韩星汉、Hank， 然后林佩杰，然后跟彭佳安，然后还有雅玲，
还有廖卫翔，就是一个团的付出，然后我们才可以上台表演。其实这是一件很令人感动的事情。虽然大家只是觉得哦，表演完就没事了，哎，表演完就结束了这样子。可是其实背后的努力跟练团，其实那乐趣都在其中。然后我也要真的真的很感谢我旁边的周周，因为我跟你说，因为他家离我家超近，然后我每天早上跟放学都要遇到他，就可能去厕所也要遇到他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太常遇到了。可是他这个人就是我第一个组团先组的人，我先说我当鼓手，然后他第一个他就说他是主唱，所以我们组了一团叫爱之味，虽然这一团已经散了。然后还有洪家安，那时候我也以为他是学长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我们就说啊，不知道要找谁，然后我们就找安安。我跟你说，我一路上的团都有他，就是组的每一个团都有他，好像是一种孽缘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每一团都有他。可是我真的很感谢他，因为我们真的是开心的事啊，不开心的事跟周周还有那个安安都一起分享。然后真的就是不管是热音社还是热音以外的事情，我们都会一起分享说难过还是开心的事情，所以我真的其实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他们两个。好，我好像讲太多了，谢谢。我还有话要说。还有谁没讲？很多没讲。千华都没讲。就是国栋跟洪家安组班，超黑，闭嘴。然后我结束也是黑历史，然后收了爆炸，所以爱大家，拜。从何来？哦，还有是哪个？蓝榴莲。哦。然后，我要很。好，首先我要先谢谢一年级做的那些影片，应该说一年级啊，对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还给我做那个东西，所以应该看到会觉得就是很感动。我很谢谢，就是校外跟我很好的一些，像是沈伟或是唐一翔。哇靠，都没有把我发言。然后还有李沈翰。其实我们那时候当世界五连星战的时候，然后就很谢谢你们这样子，就是从上干到现在。然后再来，我要谢谢我的干部。好，就是。这上班这一年，就是我们，经历很多事情，对，有好的有不好的，然后反正现在都结束了这样，然后我很谢谢就是跟我组团的，就是可以在高中的时候这样子开开心心的玩。谢谢爸妈。然后我还很谢谢 Hank，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家也住很近，我那时候就是北投人举手，北投人举手，反正就是那时候刚加入热音社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就是。反正就是看到他很厉害，然后我就去找他打碰，然后就发现他也住北屯，然后就想说，以后可以一起上学，一起共同努力，
谢谢我的团员啊，就是飞机机，就是这一年这两年的、啊，我们我从两公斤变到五公斤，就是从八斤半的身体那时候，对，我们一开始本来连歌都讨论不出来，然后很硬的上台，然后到现在就是自己写歌。然后我还很谢谢林佩姐啊，对，因为那时候我看到她有在帮忙教我，所以我就觉得她也是对这个社团付出蛮多的。然后对啊，就是谢谢佩姐啊，其实帮社团嘛很多的，然后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意见之类的。然后再谢谢廖立翔。因为他就是从高一的时候一起弹吉他到现在，然后两个人也聊很多那种弹吉他的心得，每次非常晚下台，然后我们两个就会一直在讲刚刚表演到底就是出错什么的，但现在好像就是挡住了，现在好像很挡。好，谢谢你们大家，就是这两年来大家一起走到现在，然后现在要结束了，都很谢谢你们大家，真的非常感谢，你们真的帮我很多忙，对，真的很谢谢你们，好，就这样，我再来补充一下，谢谢摄影师。他拍的照片超屌，看超帅，我每次看到我自己都，天啊！对，我每次参加惩罚，我会先问的是摄影师是谁，对，然后反正是你，好，好，好，上，谢谢你，你拍的照片真的超屌，我看到，然后谢谢回响，对，耶、yeah ，去年来辛苦了，对，谢啊。然后我还要最后谢谢，就是留下来的这些人。哎，组长有来吗？哎啊，哎，你要不要上来？你要不要上来？对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非常感谢组长，就是这一年来我们在经营社团的时候，就是也找他聊很多很多事情，关于社团以后方向之类的。对，然后他也帮助我们很多啊，就是帮我们升级了很多器材，就是很谢谢他。下一届加油！不止你们明道了，就是大家都要加油 ，OK 吗？对，不能让这个东西烂掉，赞，好不好？啊，回答我好不好？要不要加油？好，试一下。好，谢谢，就是留到最后的你们这些人。我本来以为人到后面就会变少，但是现在，哦，好，很谢谢留到最后，留到现在这一刻的人，真的非常谢谢你们。嗯，听我们屁话的，对。好，然后学弟妹要加油，21届。我们看好你们，真的，因为那时候我跟 Hank 在验团，然后我们就觉得说，哇，你们真的进步很多，就是大幅的进步，跟以前比起来，真的，所以你们要继续保持下去。